凡特斯资料照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曾至亚特兰大勇士一众的左投凡特斯 Johnny Ventas 2014年动了第三次韧带置换手术 Tommy John 共动了四次刀，但他不放弃棒球路，仍在小联盟打拼。根据美联社报道，光芒邀请他参加明年球队的大联盟春训。现年32岁的凡特斯曾是勇士主力中继，2011年入选明星赛，但他自从2012年国联外卡输死战之后就因伤没有再投球。他在勇士三年出赛230场，累积15胜10败，有79次中继点，平均防御率2.23229，二局投出258次三振。凡特斯曾在2005年、2013年、2014年动过三次的动过韧带置换手术 Tommy John 2014年季后他被勇士释出，随后光芒与小联盟约签他，2016年仅投四局，凡特斯韧带又受伤，一度面临要动韧带置换手术的疑虑，最后没有接受该手术，而是动另一种手术。凡特斯本季在光芒小联盟四个层级投球，最高层级到 3A， 总计出赛24场，有两场先发，防御率2.28，最高层级到 3A， 光芒队确定明天邀请他参加大联盟春训。